在是团队的支持和鼓励。最后在改编准备了一些他亲手所写的，要来送给我跟亲姐的市长，是不是大家掌声感谢他一下好吗？非常高兴啊！几天前阿叔那边交代，阿叔来讲，我一定要来，因为我要去登那个登登顶个嘛。大伯来，哎我还哎我一万啊！啊，因为我看到讲，哎，蔡建仁做理事长，啊，你用这个薪水呢？蔡建仁做理事长，啊，林永泰做下任，阿叔来领导全所有的两个公会建理事，我感觉感受着讲，哎，我虽然不在你台湾，但是呢，我心中在台湾，对不对？烟火添一笔，写一桥盘河。